以后你成家会找一个会做饭的媳妇吗？那不我们很好奇你这个问题，虽然那虽然是很久以后的事情，但是哪个男人不想找一个，对吧？是吧？尤其哦，那边的表情不太对，会不会做无所谓，那是以后的事儿，不要给我刨坑了。我还想再多工作几年，好吗？